竟然不是送给我？好生气！平时就穿的，不会这么鲜艳。那九鼎老师有什么样？鲜艳挺好看的、啊，怎么办？我没有任何疑问。好看，如果你准备好了，就可以开始你的表演。OK。平安健康，嗯。哈哈，也祝我们新年快乐。好，平安健康，拜拜。身体健康。这眼镜太抓我眼球了，为什么放在这？新的流行吗？下次要这样穿。你实在太可爱了，我觉得你的笑容非常感染我，从头到尾我一跟着你一起笑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可恶，竟然不是送给我。好生气。没关系。爱奇艺。